大家好啊，昨天晚上有一个天津武清区的粉丝，然后直接给我打了定金，要一个这种双叶筒的金毛，带血筒的，然后呢，这来到了狗市，然后我们直接给他选了一只这个双叶筒的，就是这一只哈，刚刚下架的这一只，然后这边检测结果也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直接给这个老铁安排发货哈，天津武清区的大头版啊，大骨架，你看双击背，背有多宽？看这个骨架，太棒了，这只有十好几斤了。现在已经给客户打包好了啊，然后呢，装在笼子里边了。天津市武清区啊，然后同样选了一只郑州市的啊，一只黑色的小方体的法斗啊。这边哈、啊，确实是郑州市。会议区啊，选了两只了，然后我们再去逛一逛，看看还有没有好一点的，品相好一点的，然后呢，直接就把它拿下。这边有几只金渐层也不错哈、啊，这种金渐层价格现在也下来了，都是肉包子脸的，非常漂亮。这蓝白也不错。有没有喜欢猫咪的哈、啊？有喜欢猫咪的也可以啊。现在这种猫咪的价格也下来了，以前都是万元户，现在也就一两千块钱就能买。这个老大娘这个喂的这个哈士奇不错啊，哎呦，这个还是鸳鸯叶的了，鸳鸯叶还喜欢嘞，鸳鸯叶，一只眼是蓝色的，一只眼是黑色的哈，你看一下，三虎鸳鸯叶，有一点花鼻头，这狗多大了？这狗50天了。50天，做了几针疫苗？做了两次了。做了两次，然后驱虫呢？驱虫做一次。驱虫做了一次，这像这种多少钱啊？600。这种600块，这个600块是个价，非常好啊，这个非常好。它拆甲呗？啊？它拆甲呗？亚都夫哈士奇拆甲，它拆甲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你不看网上，你还知不知道它拆甲不拆甲？网上我没看过。对。行，有药的话，我可以过来给你盘。这边有极品的恶霸犬啊，都带着大金链子。这样的多少钱啊？30天、40天都有。我以为得万元户的，带着那大金链子。卖不动是吧？以前都是万元户。以前万元户的狗，现在行情不好，卖不动了，3、4千、4、5千都有哈。有喜欢这个恶霸犬的，可以联系我。然后呢，我们给老板盘，3、4千块钱就买一个纯种的恶霸犬啊，非常漂亮啊，都是要蛤蟆体。有喜欢什么宠物犬、宠物猫的哈，可以私信我。